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早安。这是美国这边的小区啊，风景非常的秀丽，漂亮。我们看，这邮箱也是非常的，一家一户这么标准。然后种的植物也是都这么大。这两棵是比较异类啊，其他的种的都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威武雄壮。这是有美国的旗帜在自己前面造的，有美国旗。我这边稍微低一点了，没有这种风采了。看看这边，风采还是不错的。然后我们就走在这种大路上，然后往前面走，只要有光的地方，就有我们的未来。加油！这边是看到了大路。看到了山，看到了远山大路。我们走到这个人行道上，这个是里面是什么建筑？这是住宅呀，还是商业区啊？这就是吉普啊。还是比较好看，这吉普漂亮，再看多漂亮！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您的点赞和评论我将及时回复大家，谢谢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这是一个商业小区啊。